很不懂科技的产品，明显看不懂。对，好像是有。对，我其实蛮不懂的。然后是那种卖科技的东西，带我女儿去买盖天，就那个 router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要网路，要用那个东西，它会滋滋滋滋，然后你的可以收到那个 USB 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它的东西就是那个机器，你可以放那个电线，然后它会不是，然后你的手机啊，你说有什么电波会跑出来？对对对对，然后它是可以在家里可以用，就是可以用无线的，无线的网，对，无线网，无线网的。那个是什么？英文是什么 ？Router，router，router，router， 就是那个机器啊，无线，然后可以用 iPad 在家里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没有装那个，家里可以用 iPad 啊。你要有，因为它一定要有那个网络。你们家那个会滋滋滋叫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可是就没有没有滋滋滋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有声音就很古怕的。然后滋滋滋滋滋滋就没有。不是那个吧？无线话波是上网用的，对对对，室内上网那个。是。因为叫它这个形容，每个东西都会滋滋滋啊，电视也会滋。没有，因为我中文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发现说，你不会讲一个东西，你忘记怎么说，你就用。有声音，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的，没有，这个你都了解。刚刚那些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女人，外国人女人。我以前有一个韩国朋友，他的中文也是这样子，他说我肚子，什么的，哦，我知道你很饿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，真的，真的。什么语言都听得懂，如果五个语言在那边都讲不一样语言，你干嘛说哇？他不懂，你看我笑话，说笑话。看，很像我以前的韩国的朋友，真的是车祸了吗？我是烧车祸，可是是骑摩托车出车祸。不是，是我女儿开那个三轮胎的，然后撞到我的手的脚。很疯狂的车祸！不要给我们看女儿撞到什么东西啊！哇哦！那个东西。那个说，你给他打开，开那个，我们需要。我的女儿撞到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女儿骑三轮车哪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？什么？那个开店就有啊。好，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。你可以跟他换换位置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我没有，我没事。马盖特，这本书的内容怎么样？有用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唯一的缺点是有点重。如果中文比较进步的话，我可以推荐这个。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是师大的那个政治研究所那个毕业的，然后你是师大政治研究所，现在在博士。可是以前在师大的可以这个推荐的话，这个是里面是怎么样的？这是一片什么？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。你买了一片国民党的历史的 DVD 吗？对啊，可是没有看过啊。你为什么不看？你没有时间了，太忙了，很忙。很忙，没有看。你都连你是学政治而没有时间看，我们为什么会有时间看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换行业，那个时候的换行业，现在在当艺人呢。这个内容我们都知道，哎，对呀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其实我不知道也是。这个我可以看，这个在哪里买的？这个是在师大附近，在二手那个。你喜欢在师大附近？因为我住在那个龙山寺那边。哎，你看什么情况？他还不是国民党的历史哦，对，他是国民党的领袖重要的训话，teaching lecture 啊 ，moral teaching 这些东西。哎，我的东西现在看起来都很好看。他们是为了庆祝100年的耶，所以。应该是很新的东西啊，刚买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买了很久了，一直在家里，没有时间看呢。所以你为什么不送给你的外国朋友们？哦，外国人一定不会要，没有外国人会要那个。为什么今天带过来？我都是外国人了。为什么在这里？没有外国人要那个。没有，那个是我的，我带在这看。你好礼貌哎。有一天我有时间的话，我一定要看那个，因为我还没有看完。是，我一定要看。我觉得最大档用得到哎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对角色可以那些领袖们他们的那个重要的讯息啊，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哈。MP3，所以那个马格说那个书太重，因为你如果在床上看就打到头。对，还有如果再搬家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个问题。外国人还可以想要给小孩子吗？哎，可以，你可以。对呀，你们有小孩子啊，我送你们呢。可是你没有什么有爸爸妈妈可以换呢。火鸟，很久以前，在完成之完的完睡，我
王火鸟，哎，都有汉哥那个火鸟吗？一位真的是火鸟吗？火鸟，黄鸟，对，火鸟，火鸟，是火鸟，对 ，firebird， 火鸟，真的是火鸟，火鸟。他刚念什么？很久以前在万城之外的万岁王国，他没有念错哎，我以为他在胡扯呢。OK， 所以这小孩子可以用啊。下课铃你可以拿这个。好，那你拿一个人给他换。MP3 给他了。我 MP3 给我吗？太开心了！怎么可能？恭喜你！怎么可能？不要过了！不要过了！电蚊拍，电蚊拍很有用啊。这个非常好用。可是它有一点点坏掉了。哎，怎么什么人家玩的？蚊子怎么会叫？好，像里面有蚊子吧？这些夏克里最喜欢的会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个真的在台湾很好用。这个我带一大堆去，会去加拿大，加拿大没有。哦，你可以给你的妈妈。我很喜欢。李安卓也买了一个捕蚊灯呢。对，但是这个我买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是灯。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想法。因为它是一个灯，目的不一样。因为它是一个好看的灯吗？两个不是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要颠倒你。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海边。我朋友说，Leandro，我们去买肉什么什么，你赶快去买一个灯，然后那个音乐什么，然后那这个我就，然后我们到那边，他们说你买什么东西哦？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也。如果我朋友没有跟我讲，我也不会发现。所以你在家里有把它当成装饰品来放吗？还是你把它放在桌上当台灯那样，就读书的时候用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到那边，他们就跟我说这个不是灯的，所以我也觉得很好用啊。对啊，那你有抓到蚊子？你有抓到蚊子吧？有，很多，然后才发现蚊子都。所以如果他用捕蚊灯换了那个电蚊拍，不是很重复吗？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都有。这个好玩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放这个一起的，三个一起的，我干了你家了。